唱歌，对，唱歌。那个妹妹啊、喔，她说她想听你唱一首《热线你和我》，你会吗？哎，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啊、喔。可是我要看手机。你要看手机啊？哎、啊，外公，你先安排你的第三条歌。但是你刚刚那个安排妹妹爱听，妹妹她等了一整晚。好复古哦。对啊，请问我能请问给妹妹叫你讲，应该会听那种比较流行歌曲啊？对吧、啊？新歌是流行、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啊，老歌是回忆了哈。哎、哦，阿姨被唱，阿姨被听，热线你和我。来，阿、啊、你先安排你的第三首歌。好，继续安排。哎，挥手，老师，谢谢。来，我是华彩影视传播。稍待片刻，暖场时间。非常平安，对非常大赚钱，对非常缘投，非常水，哦，好、哦，对吧？还对啊，对对对，哈。